你那是七百零几啊？七百零五。七百零五，1960单，我操，非常操蛋。在那里吗？哦，快点弄了是吧？对，啊，快下了，我们那个车。那不是贴了吗？对啊，贴了单啊。在诺亚和魏朝的新路交通区。要退货了，人家指定员工了，没办法。一队听令，路上加班，修复防御装置。 发给我，我没打理他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发错的。这公司你确定吗？你别说给我，我一看我就凉了。你要不确认，人家不给我签单，那也不知道签不签。大公司他就不会鸟我，这种小公司他没什么规范，你就同意。我问你，同意没问题，同意。你那三款贴纸要不要再发给我，给你再确认一下内容啊？三款那个电池标。 做好了吧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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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就做了。我给他们再看一下图就好了。如果你给我发，我要手机要打不开这个东西，我没法给你做的。我明白明白明白，我手机打不开原图，我就出不了，知道吗？没事没事啊。对，你还是发给我看一下。 去，你是啊？那你先对内容啊，先对内容。嗯，上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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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。